高市教育局长被掀作弊前科。高雄市教育局长郑新辉上月14号上任后，教育界盛传他十多年前考试作弊。郑新辉1995年任职台南市教育局学管课长期间，到成功大学参加公务人员外语进修班。苹果找到该班的老师，已退休的成大外文系副教授施成光。这是一小说出来，我先生，我其实我总徛伊边啊吼，我是个暗时工，好像是讲肯定是我知难而退啦。一直继续安遐，所以我是呐，我总甲这个曹操甲退起来。退的时候，我就甲讲，我你别再个去。并请郑新辉离开考场。施成光还说，郑新辉事后还透过管道希望取得结业证书。郑新辉昨天否认曾带小抄作弊。我一辈子哈，从小的学习我成绩不会太差，我没有需要去做小抄跟作弊。他表示曾向老师反映教学方式，可能因此造成冲突。我发现上的东西是比较刻板的，比较旧的，所以我也曾经在课堂跟老师做反映，我自己对那个学习没有办法帮助，我自己放弃，我自己离开。我在台南服务期间，所以不是任的校长。郑新辉强调，曾得罪很多人，每次职务异动就有一堆黑函。高雄副市长李永德表示，郑新辉坦承当年曾被提早收卷，但不是作弊，是老师对他有成见。但学生听闻此事，仍普遍观感不佳。做错事就要认错。那你觉得他还适不适合担任教育局局长？不是，我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对的。我觉得认为说一个教育部长他应该以身作则，不是去犯错那样子教育下一代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